初创企业推出全新的智能机配套客户端 Cat2， 在车载套件和 iOS Android App 的加持下，它能够将当前的 MIUI 模块挪动并粘贴到 Cat2 设备中，用户可将后者粘附在汽车仪表板的顶部，并通过车载长通电源线取电。 Cat2 可与智能机实现联动，以方便一键启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与智能车库门和自行车锁一样， Cat2 用户还能够轻松为他人提供临时的用车解锁操作。